我已经被好几个剧组都吐槽我太空了，让我受虐。真的真的，姐妹们，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。好几个剧组，我已经连续有四天时间，剧组里面导演说、策划说，让我放瘦点。我现在嗓子有点沉了，我挺受打击的，我特别受打击。我觉得我应该出不来吧。先降服自己，生命一呼一吸，命运为权一力，既然也要一念而已。出入世人间情悲喜，经沧海中珠连成溪，只因一念一心，不落露水一滴，习得了人生意义，修读这一个世纪。都是时代的眼泪，操！